苗，目前没有疫苗可以打，所以为了保护我们这块，好，第二次波才再次的拜托大家尽速的上传，那本来有71亿的哈，全彰化人的掌声好吗？掌声一下。伙伴们，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祝大家身体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帮我们拍吗？精彩色美丽人生，我爱生活，幸福满满。好的，能够亲自的莅临来推动，也感谢绽放美丽，在彰化县政府，在彰化县妇女会。所有的好朋友，自己都在不在？在。最主要是透过我们有50多个社团以及妇女团体，那在这边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做公益。我们呢，除了把我们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在这边做个38屋门市集，那我们在活动里面的所有所得，通通都捐给我们这个麻喜乐，作为方舟家园的一个这个经费。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所有姐妹们。那我们呢，这个女力啊，这几年实在是大爆发哈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女性，那从家庭走出职场，然后呢，在各行各业也都有开始争头，有很好的一个这个表现哦。那怎么样让更多的妇女一样能够走出来，然后呢，针对自己的权益，那我们呢，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福利自己也要了解哦。所以县政府在这一波里面，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之外，那针对我们的这个妇女的人身安全，也做了我们防身术的一个教练教授，那希望女性提升我们的数位能力，也做了我们手机班的一个授课哦。那还请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，那来讲述他们的一个经验。那再就是希望妇女能够更加的这个把我们的才华展现出来，找出我们自己的一个自信哦。那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妇女界的这些精英们，大家的共襄盛举，那一起努力，那也把我们的这个方舟家园尽速的来。Yeah.